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所以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台湾人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相融的。大陆和台湾的命运一直都是紧密联系，融入与共。台湾可以也应该在整个民族振兴的过程当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两岸青年应该要彼此欣赏，相互砥砺，一起成长，这样子两岸关系才会不断的正向发展，可长可久。中国国民党一向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维系了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了两岸交流合作，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